来看一下，掷出偶数点可得10元。顺便看一下，第一个偶数点的几率是多少？偶数点的几率是二分之一嘛？那你可以得到10元。一点或五点要赔4元，一点或五点的几率是六分之二，就是三分之一，必须要赔4块钱。掷出3点的几率是六分之一，必须要赔5块。请问你这样的期望值，这样玩这个游戏期望值是多少？二分之一乘以10，加三分之一乘以负4，加上六分之一呢，去乘以负5，来计算一下哈、哦。所以是二分之十减三分之四减掉六分之五，计算一下，它是六分之30减8减5，所以是六分之17。我的期望值是六分之17元哈、哦，这小数点有4。